成功总是伴着欢喜和泪水，只要还有足够的信心应对未来，只要每一天都在不断的努力，只要珍惜每一天，那么管它是成功还是失败，生命都会拥有一个新未来。只要坚持不懈的努力，这个世界上就根本没有什么能够把自己彻底打败。只要把那人生之帆扬起来，就有信心挑战未来。只要还有足够的信心应对未来，只要每一天都在不断的努力，只要珍惜每一天，那么管它是成功还是失败，生命都会拥有一个新未来。只要坚持不懈的努力，这个世界上就根本没有什么能够把自己彻底打败。只要把那人生之帆扬起来，就有信心挑战未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